即兴小剧场游戏规则，在特定环境内，无论开心麻花队说什么台词、做什么动作，王牌家族都要无条件完全模仿，直到对方表演完毕。我今天特别不适应，就是开心麻花队，然后腾哥居然在对方。确实，抱歉，他曾经是你的，哎，但是那只是曾经。有人去那边了。表演开始。记者马晓奉命采访拳击手爱迪生，没想到在工作中却与爱迪生产生了感情，而刚刚输掉比赛的爱迪生，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拳王金腰带，决定向世外高人学艺。这一日，他和马晓来到了传说中的武林第一大门派卷帘门。我要跟高人学艺，夺回属于我的金腰带。我要跟高人学艺，夺回我的金腰带。好帅呀！非要来这儿吗？跋山涉水的，你又都把我累瘦了呢。我俩不是同一时的吗？好帅呀！非要带我来这里吗？跋山涉水的，把人家都累瘦了。那你要嫌累的话，我就抱着你。一直抱到结束，后面的剧情都不放下。能快点吗？这边也挺沉的。必须照做，必须照做。你要不累的话，那你就抱着我。啊，那你就抱着我。哥，你快点，我也绷不住了，快点。那你，你要嫌累的话，那我就抱着你走。上去行吗？你穿一下子，咱俩就都趴下了。是。小鹏，你搁后边扶一下胳膊腰。你在这儿，你搁后边撑一下胳膊腰。你别让我，你撑着他的腰。可以。你先抱一个腿，然后我自己穿上来。不行。这段别播了。剧情继续往下走。我来，我抱你都行，你知道吗？你穿上来。我沉吗？一点都不沉，轻飘的。你放下说。一点都不沉，轻飘的。哎呀妈呀，咱俩怎么换身体了呢？我这么瘦，这打一拳一点也不抗揍啊。哎呀妈呀，我们怎么互换身体了呢？我这么瘦还怎么打拳，一点也不抗揍啊。同样都换你。哎，我这怎么有面镜子？哎，我这儿有个镜子。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又老又矮又丑。又老又矮又丑，还一脸大褶子。
没人掌声啊，跟沈腾一样磕碜。跟沈腾一样磕碜。事已至此，只能由你带着我好好学艺了，你可以吗？事已至此，只能由你带着我好好学艺了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做事十拿九稳。我做事十拿九稳，为什么不是十拿十稳？为什么不是十拿十稳？因为还差你这一稳。确认的眼神，我不想对你。我还差你这一吻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别一个人，我会坚持。哎，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。魏翔师傅，我是卷帘门大师兄黄道门师爷，若想拜师的话，必须经过我的考验。来，四位一步。第一，请你将这西瓜3秒钟之内吃完，经过我的考验。我吗？对。好嘞。预备，开始。非常好，该你了。我吗？对，小了点吧。3秒啊，开始。呀呀呀呀！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们？那西瓜吃完了，我们能见师傅了吗？不行，卷帘门有一个规矩，如果能将面前的酒喝完，便通过了这关考验。大师兄为你们斟酒，你先来。我要吗？对，你得喝。鹏哥，你现在是女生啊，换完灵魂了已经。多长时间没动过了，在桌子上呢？是个女的。这就抬起来吧。我啊！一言二进啊！揍你！妥了。哎呀，可以。好。第三关，空手夺白刃。你后退一步，来，艾伦。啊！哦，吓死我了！我呢，打你3下，你要3次抓住这个棍，就算你过关。我数到3，我就打。来，准备好，预备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是女生吗？1、2、3。哦，对，好，沈腾，该你了。不是，他把把都抓住了吗？这不是？对呀，他过关了。打你3次，你要接住了啊！来，准备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。哎呀！1、2，你不能把手三。哎呀！1、2、3。哎，一顿毒打还没过关。过没过关？反正我没考完，最后一关。熬鹰，盯着这鹰看，把这鹰熬倒了，你们就过关了。真那么行？他咋那么能熬呢？来，你们这边，上楞。上楞是什么东西啊？哥姐好。你得上桌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是你呢。你离鹰近一点，瞪他。你离鹰近一点，
瞪他。再近一点瞪他。再近一点瞪他。哥，我这眼睛是嗓子眼儿，怎么眼睛在这儿呢？这眼睛嗓子眼儿，我得瞪这个。对对对，别瞪我。你何必呢？你在这儿张个嘴不就？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在下正是卷帘门掌门人抠门大师。哇，你们竟然都以那个什么小英，你们竟然你们竟然都已经不识字。我是习武之人，你跟我较这个真干嘛？你们竟然都已经把英给熬倒了，看来我必须要收你们为徒。为师呢给你们找了一个陪练，打败他你就可以下山了，快把人叫上来。你过来啊。你好。你好。你过来啊，你过来啊。来了。我你叫我干什么？到你们了。你叫我们干啥？我要把你撂倒。我也要被你们撂倒。嘿，哇！师傅，这个人简直是不堪一击呀！哎，我也是不堪一击啊。你们已经学成了，可以下山了。下山了，下山了。好，这轮的表演结束了啊，我们先欢迎一下在这轮过后坐到我们这个表演席的魏翔和黄才伦。欢迎二位，欢迎二位，欢迎二位啊，表现都特别特别的棒。但是这轮啊，最重要的人坐在我们的正对面，我们的俏夕阳影评团各位评委，红色代表我们的王牌家族队，黄色呢代表开心麻花队。我倒数三秒，我们统一来投票判定哪队获胜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，三二一，请投票。黄色呢代表开心麻花队，我倒数三秒，我们统一来投票判定哪队获胜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，三二一，请投票。五比三，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。今天也不咋的了，就是我都没做好这种心理准备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庆祝，我觉得我的庆祝姿势都已经做完了。每一趴都赢了。